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70面，570面第七行最后一句，看起啊，最后一句。悲华经曰：“犹如愿取大千世界故，今自如大势至。”这是《悲华经》上有这么一段经文啊。犹如，这个如就是大势至菩萨，他愿意取大千世界。这个取的意思就是协助帮助大千世界里面一切苦难众生啊，所以佛给他起了个法名叫大势至。又思义经曰：“我头足之处，我是大势至菩萨自称。”震动三千大千世界，即摩宫殿，故名大势至。菩萨头足之处，这个意思就是他所住的地方，教化众生的道场，教学产生伟大的能量。现在人讲磁场，这个磁场啊，能够震动啊三千大千世界，能够震动摩宫殿啊，所以菩萨名号叫大势至。观经有云：“此菩萨叫大势至菩萨，行时，这个行就是行道的时候，行道就是教学啊，他住在这个地方。”为这个地方众生讲经说法，无论时间长短，行时这两个字都包括了啊，短时间讲一两天，长时间那就讲很多年，这个不定啊，这都叫行时啊。行道的时候，行道就是讲学教学，教学啊，教化众生。这十方世界一切震动，这个地方我们要重视一切两个字。菩萨教学是感，众生听受啊有反应，啊，有一些众生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；有一些众生小悟；有一些众生呢得定了，啊，得三昧了；有一些众生呢明白自己所做的错事，能改邪归正，啊。能断恶为善，这个都是反应，这个都是叫震动啊。他心里要不为法音所动，他怎么会改过自新啊？怎么可能断恶
修善啊，都是发音的感动啊。说当地动时有500亿宝化，这大地的感动啊，如来所说，菩萨所说就是如来所说。这化身大事啊，都是从自心里面流出来的啊，所以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感动啊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现在完全明白了，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，科学家也为佛做了证明啊，就是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是一体的两面，是决定不能分开的。啊，正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：“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”啊，这句话就说清楚了。啊，念这个物质现象从哪里？形就是物质现象。啊，形形色色，啊，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，啊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那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精神现象，这个实就是受想行识，合起来就是五蕴，色受想行识。色受想行识念头生的 啊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，这是诸法实相啊，真正悟入了，你的问题解决了，你要没有悟入的话，你的问题没有解决啊，没有解决什么，你现在自己还有杂念，你念头里头有自私，你念头里头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烦恼，有习气啊，想断断不掉，这是佛法里面讲的愚痴，愚痴是无明烦恼，无明是对真相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，叫无明啊，真正把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这问题全解决了，不但苦乐没有了，染净也没有了啊，苦乐染净都是一念错觉造成的。啊，错觉是邪思啊，清楚了，这是正见，正知正见的啊，邪正的差别在此地。我们今天是在行邪道，还是在行正道？啊，说实在话，行邪道的人太多太多了。行正道没见到几个，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，由自私自利就是邪道，没有自私自利，大公无私是正道。你去找哪一个人没有自私自利啊，事法里面不必说了，到佛法修行人里面去找，有没有自私自利的，有没有分别执着，还是照样有自私自利，照样有分别执着，世人行邪道啊，不是佛弟子啊，正式的佛弟子从什么地方开始啊？从哪里算起啊？小乘须陀洹，
大乘如同华严经上所说的实性里面的初性位，这是真正佛弟子，是人行正道，他不行邪道了啊？为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思想他破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才是小学一年级啊。小乘须陀洹也出过，我们有没有到？没到啊，自己心里很清楚啊。我们今天很幸运啊，几十年的学习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解悟，这些事情我通通明白了，我搞清楚了，知见是真了，但是没放下，就是正悟没有，解悟有，正悟没有。如果有正悟呢，哎呀，他自在了，真的离苦得乐了。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乱的时候，苦不苦？一点都不苦。啊，你真的是真悟，苦没有了。啊，苦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我们无比的殊胜、殊胜的增上缘。啊，在顺境里面，善缘里面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什么？这叫正受。啊，如果六根在进六尘境界里，还会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执着，这叫邪受，这就不正受。啊，邪受里头有什么？苦乐忧喜舍。这五种受啊，不正常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六道凡夫的受？啊，小乘粗苦、大乘粗性位的菩萨，这没有了，就是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苦乐忧喜舍没有了，他得正受了。啊，正受跟自性相应呐、啊，跟清净心相应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现前了，他怎么不自在啊？他怎么不快乐？他的快乐跟世间人不一样，世间人顺境善缘快乐喜乐，那里头有感情，有苦乐有喜舍啊。佛菩萨快乐没有苦乐有喜舍啊，逆境现前，恶缘现前，遇到的人都是你的冤亲债主，都是对头啊，回报你，侮辱你，陷害你啊，来用种种手段来整你，你在这个环境怎么欢喜啊？他来考试啊，我在这个里面还是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功夫成就了，不经过考试怎么知道你功夫到哪个等级啊？所以这些人找麻烦的人啊，毁谤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全是我的真善知识，他把我提升了，我通过这个考验，自己晓得自己到哪个境界了。所以无论什么境界都是好境界，在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明了，人人是好人呢、啊，事事是好事啊！啊，他把我害死了，谢谢他了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他送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你能不感恩吗？你怎么会有怨恨呢？啊，所以你明白，这就真正明白道理啊！啊，我们境界现前了，
果然如是，我们就是证如了。啊，那就不是解悟了。解悟说了解这个事实，可是境界现前呢，心里还是有一点不自在。啊，那叫你没证得。啊，功夫是进步了。啊，不像以前那有报复的念头，有怨恨的念头，现在没这个念头了。你心很平和，很平静，但是不是很自然，那就还没真的。真正证得的时候，自然了，欢喜呀！啊，什么境界，境界都心都欢喜啊。那我们今天要问一问，你为什么不能证得？啊，听这么多年经，念这么多年经，知道了为什么？问题就是说，我没有放下，还认为这个东西是我，有我就跟外面对立，对立，这个问题就严重。一定头一个念，入佛门第一个是无我啊，无我了，怎么无我？我的肉体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连大千世界都是一合相。什么叫一？一是物质最小的单位，啊，这个叫一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念念成形，那个形，那就是物质最小的单位。啊，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这个小单位组合的。啊，我们人体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组合的这个小单位是相同的。啊，我们的肉体，这个身体，跟树木花草不一样，但是组成树木花草跟组成我们肉体的单位的物质是一样的。一合相啊，乃至于山河大地啊，无数的星球啊，通通是一合相。佛的身体也是一合相，全是一个基本粒子组成的。它怎么不平等呢？没有特殊的，没有例外的。《金刚经》的一合相说得好啊，啊，同一个组成的。这可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图书馆里面藏书几百万册、几千万册，全是纸张组成的，每一本书都是纸张。啊，离开纸张，书就没有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所以你要是肯定了认识，哦，一合相，我们的。肉体跟整个宇宙物质现象融成一体，我们的精神跟变法界虚空界的时候精神融合成一体，你的心就安了，你不再会有执着了，不再有分别了，起心动念也没有了，你就得大自在了啊，你跟天地万物都能够和睦相处。啊，他不跟你和睦，你给他和睦。为什么？我知道。啊，你跟我对立，我跟你不对立。那为什么？我了解事实真相，你不了解。我在觉的位置上，你在迷的位置上。啊，我清清楚楚，你一无所知啊。啊，觉就是正法，迷就是邪法。啊，佛法大乘里面讲觉迷定义在此地。啊，觉的人一定大慈大悲。啊，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，代表觉；观世音代表行为啊。觉悟的行为就是大慈大悲，对于世界万事万物不爱的，我们有不爱的，
那个爱是真爱啊，啊，不是感情的爱啊，是真实智慧的爱啊。这个爱就是本经所讲的三种真实：真舍之力啊，真实之力是无尽的爱心呐、啊，平等的爱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他才能做出。我们讲的是牺牲奉献，在他哪有牺牲奉献之念头，他全做到了，念头都没有，得多干净啊！你说为什么？一体，宇宙跟我是一体啊，净土秽土是一体，善缘恶缘是一体啊，这个叫你真正明白了啊，明白，不知不觉，自自然然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起作用。所以，纯悟入这个境界，悟入进去正果了，也是自然的。啊，也不是有意要去做的，有意就错了。啊，有意你的心就不清净了啊，所以自然底下一段经文讲自然了，讲了八种自然了啊，大乘教常用一个名词叫法而如是，而是什么？自然啊，法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回归到自然啊，没有一丝毫造作啊，就是没有一桩事情的时候是通过思考，没有思考了，没有思考就是自然啊，通过心意识就不自然了啊，再给我诸位说真话，通过心意识都是造业啊，不过业里头有净业，有染业，有善业，有恶业，有无记业啊，只要通过心意识都造业啊，这个业的果报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不一样，不通过心意识，设法界的一真庄严就没有了啊！如果设法界一真庄严还有，这个身体还有，那个境界是什么呢？佛法里面讲的有余一涅槃，它确实正如跟诸佛法身菩萨同样境界，但是它有身体在，身体叫有余，有余一涅槃，这个身体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起不起心动念呢？不起心不动念啊，所以这个身体就等于道家慈航，他来帮助众生的，他自己没事了，自己事情完了了啊，这个身体完全是帮助众生啊，这个身体留在世间，众生之福，与自己毫不相干。那自己怎么说呢？你像是还原观上似的，那自己的就带众生苦，留在世间，那是带众生苦啊。啊，为众生做好榜样啊，身心言教啊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觉悟的人，他的这个观念跟世间人完全不一样了。没有觉悟的人，迷惑的人，他们念念争取名闻利养啊，现在一般人讲
真名著立也。啊，现在是立摆在第一，名摆在下面。名是第二，立是第一。啊，觉悟的人不是，觉悟的人所争的，他不跟人争，他跟自己争。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啊，你证得了初心为菩萨，刚刚破四相，境界不是很高，但是这个基础就非常好，啊，要遇到殊胜的缘分。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就是无比殊胜的法缘呐、啊！你遇到这种缘分，你不必经历啊，二性、三性、四性、五性不必，你很可能呢、啊，很快速度就提升到实性，就提升到宿主，你就大彻大悟。啊，一步一步往上提升，很慢呢、啊，时间很长啊。啊，从初性位提升到初住，不是不可能呐、啊，理上是决定讲得通啊。那事上呢，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，总在语言不同。啊，今天缘遇到，我们缘遇到了四种缘，这叫正上缘，我们遇到了，其他的三种看自己，其他三种都是自己。啊，清音缘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有，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，是吧？所以清音缘是平等的，后面三个不平等，所缘缘。所缘缘就是你的志向，你这一生要走的方向，要走的目标，是不是定在我今生决定做佛道？连菩萨道我都不走。啊，佛道怎么走法呢？我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我决定亲近阿弥陀佛，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圆成佛道。这种心非常坚定坚决，不会动摇。在大乘教里，你是叫一诚根性，这在根性里面讲的时候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。一诚根性了，你的一生决定成佛啊？为什么呢？任何环境都帮上你的忙。你看顺境啊，赞叹你的，帮助你的，供养你的，哎，是你的正上缘，帮助你，怎么帮助？你在这个境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啊，真帮助你了。啊，逆境也是一样的帮助，跟这个顺境是没有两样，功德完全平等相等的，啊，他侮辱你，他陷害你。啊，甚至于要你的命，你还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成佛了。啊，他要你命的时候，那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。啊，帮助你说提前往生了，本来还得要几年、几十年之后啊，他现在马上就叫你往生了。啊，所以顺境逆境善人恶人都平等了，全是菩萨，对自己来讲呢，全是善行啊，都帮助我们增上了善缘，善增上缘啊，顺增上缘啊，恶人的时候逆增上缘，都把我们抬起来了。
所以这个时候，你无论对顺境、对逆境、对善缘、对恶缘，统统是一个感恩的心。啊，感恩报恩。啊，顺境善缘，他们往生善道；逆境恶缘，他们往生恶道。啊，善道的，我们回向给他增福。啊，恶道的，他堕落到恶道的，我们回向他减少他痛苦。这报恩呐，知恩报恩呐。啊，到他觉悟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现在他不明白，他没有觉悟，他在迷惑，啊，所以他为了自私自利的时候，他做很多错事情，啊，他不知道是他是错误，啊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啊，这个时代真正要记住啊，世尊在经上讲的话：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。啊，先人是谁呀？他的父母，他的祖父母，他的曾祖父母，甚至他的高祖父母，啊，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丢掉了100多年了，100多年5代呀，啊，世世代代都不知道，都没有教导。啊，他今天做错事情，你就决定不能怪他。啊，我们还不是得到佛法的熏陶，啊，才有这个缘分，亲近圣贤教育，才醒悟过来了。我们如果没有圣贤教育的熏陶，跟他们又两样，甚至于比他更坏。啊，我们都要想到，啊，然后怜悯心、同情心，你才能生得起来。啊，你自自然然就原谅他们了，而且你要是看到因果的话，怜悯心生起来了，他将来到哪去？三途去了啊！啊，本来都是佛，为什么转到那里去了？对，一个错误的念头。我们如果还有错误念头，啊，别人的时候，对我们不利，啊，我们还有嗔恚，啊，还有一点报复这些念头，我们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们跟他一般见识，啊，跟他一般见识，你就不能往生，你就还得继续搞六道轮回。轮回里面搞什么？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那搞这个事情去了。啊，佛菩萨慈悲，应化在六道每一个道里面。啊，每一个道里面现无量无边身呢。啊，只要众生心稍微平一点，佛菩萨都会教他。啊，嗔恚心重，贪婪心重，这个没办法。佛菩萨来了没用处，他不听，他不接受。迷在里头，啊，迷在七情五欲里头。啊，这个时候菩萨不来，菩萨在旁边看得很清楚。啊，什么时候懂得悔过了，知道错了。啊，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，搞这个玩意。啊，不想再搞了，这一念就是觉悟。啊，你只一觉悟，佛菩萨就来帮助你。啊，不是说，哎呀，你很幸运呢，你遇到很多善知识啊，啊，我没有你那么的好的运气，其实不是的。
每个人都幸运。你的心不正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感应的嘛。你真干，佛菩萨就来应。啊，先善知识身啊，就来帮助你啊，做你的老师，做你的同学，做你的朋友，来帮助你，勉励你。因地不真呐、啊，也有人帮助，妖魔鬼怪帮助，帮助你干什么？帮助你增长贪嗔痴慢啊，你也很高兴啊，很得意啊，他帮助我发财啊。啊，帮助我争名夺利啊！啊，但是这种结果啊，是在恶鬼地狱出生。啊，现在好像很好啊，未来不好。啊，真正善友帮助你，现在好像不好，为什么呢？他障碍你明文理呀，他绝对不叫你去搞这些东西。啊，他帮助你。深入经藏啊，帮助你持戒修定，帮助你开智慧啊，后来的结果最低的也是天上啊，也升天啊，啊最殊胜的是往生净土啊，往生净土你一生成佛啊，都在一念之间啊，大师之观世音为我们实现了，我们能不感恩吗？大师之的智慧真心圆洁啊，圆融圆满的通达诸法实相啊，啊，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观音菩萨的慈悲，你天天骂观音菩萨，你天天毁谤观音菩萨，你把观音菩萨像砸得烂碎，观音菩萨还是救你，还是帮助你，绝不因为你对我不礼貌，我就恨你，我就派小鬼来抓你，不是啊，那不是观音菩萨了，那是妖魔鬼怪干的事情啊，那不是菩萨干的事情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晓得，佛菩萨他为什么这么慈悲，他知道你跟他是一体啊。这个关系多密切啊！如果我们把身体比作整个宇宙啊，万事万物就是我们身体不同的器官啊，外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都不同的，不一样啊。啊，可是你要晓得，都是一个基本的物质组成的，那就是五蕴。啊，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是知基本的物质。它有这五个现象。啊，那么现在科学家称为这个是中微子。啊，或者称它做小光子、量子。啊，佛经里面称它做极微一之微。啊，一合相，组成这个身体，整个宇宙一合相。啊，观世音菩萨具足智慧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有是幻有。不是真有啊，他的体是他的体就是自性，
自性不是物质，能现物质；自性不是精神，能现精神。啊，所以这些现象，无论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或者是自然现象，都属于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佛菩萨还要现身教学，啊，还要示现，随缘妙用，威仪有则，如何制止待众生苦，这叫大慈大悲呀，叫观世音呐。啊，观世音从哪来的？自性变现的。啊，他那些智慧神通救苦救难，那自性的心得，不是别的。啊，观音跟自己是一体，弥陀跟自己也是一体。啊，十方世界所有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，你要懂得一体，就是身上，我们身上的一个细胞，啊，身上的一个粒子，一个小光子。啊，我讲我们中国人一句话的比喻都是真的，千真万确，一点不假。中国人叫什么？心肝宝贝啊，自己的心肝呢、啊，自己的五脏六腑啊。啊，他怎么不宝贝他，怎么不爱他了？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是自己的心肝宝贝。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承认了，你跟他融合成一体了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成佛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确确实实，整个宇宙跟自己合成为一体，这叫成佛，这叫发身大事。啊，融合成一体，没有达到究竟圆满，是发身菩萨；达到究竟圆满了，这叫成佛。啊，成佛成菩萨是这么一桩事情。然后你就想，哪一个佛菩萨不爱众生？哪一个佛菩萨会厌弃众生？绝对没有。啊，真正行菩萨了，你以恶意对他，他会以善意对你。啊，他要以恶意来回报的话，他不是菩萨，他跟你一样是凡人。啊，他要是真学佛的，真说他绝对是以善意回报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知恩，他就报恩。啊，你对他什么恩德呢？害他什么恩德？把他杀掉了什么恩德呢？杀掉是你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就是这个恩德才报你恩。没有生死啊，生死是肉身这种现象啊，物质现象啊，精神现象永远不死啊。啊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时不是说过吗？何其自性本无生灭，那是真火，再凡再圣无二无别，诸佛菩萨不生不灭，一切凡夫也不生不灭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个自性生的，连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通通都是不生不灭。生灭是形象，这是外面形象，里面的精神现象绝对没生灭。啊，精神现象啊，佛经里头在动物啊称作佛性，在植物在矿物称作法性。啊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，无二无别是一个性。心不生不灭，啊，能生能现。
啊，我们在佛法里面把这种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才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人心本善。古时候同盟教学啊，五六岁小朋友上学念三字经，第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道理我们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教育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回归本善，这是教育的目的啊。啊，我们今天一切的不善不是本性，本性永远是善，从来没有改变。啊，现在这个念头错了，行为错了，这叫习性。啊，我们今天讲习惯，你被外面环境影响变坏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，习性不善了。教育就是习帮助你从习性回归到本性，这叫教育。啊，这是圣贤教育，这是佛菩萨的教育，啊，不是现代教育。现代的教育，他把这桩事情忘掉了。现代教育叫什么？叫你怎么去赚钱，叫你怎样去争名夺利。啊，叫你如何损人利己？你能教这个教育啊？那个个人都学损人利己了，他能不冲突吗？他能不打仗吗？啊，所以造成整个社会动乱，造成地球这么多的灾变。这是怎么来的呀？如果我们一下觉悟了，一下回头了，啊，我们都能够断恶修善。啊，像美国布莱登先生所说的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什么灾难都化解了。啊，他这个说法，他不是佛教徒啊，没有接触过佛教啊，他是研究科学的。所讲的，他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。啊，社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。地球上灾变是不是大问题？通通可以解决。啊，解决之道就在念头。啊，这是佛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想什么，它就变什么。啊，想净，它就变净土。啊，想慧就变慧土，想善就变善天道，想恶就变地狱恶鬼，都是你心里想的。啊，自信里面这些东西通通没有。啊，自信里头也没有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也是从心想生，啊，是阿弥陀佛48愿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我们解释得很清楚，48愿是愿，啊，因是什么呢？因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，这是因。啊，遇到这么好的缘，因遇到缘，果报现前。果报就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啊，自然显现的，无需要设计，无需要去策划了，不需要去建造啊，自然显现。啊，极乐世界如是。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一个不如是。
啊，修净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见到阿弥陀佛，我们供的这个佛像，它代表什么？代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德相，它代表四十八愿无界修行。我们现在会想的这些，啊，是他的愿行成就了极乐世界。我们向他学习，效法他。看到两旁边的助手，大势至菩萨的智慧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马上就要学到，用在当前生活，特别是用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在今天的社会，古人讲的一句话，我们印象特别深刻，那就是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。啊，现在社会正是这样的。啊，人人都猜疑，人人都怀疑，人人心里都防范。我们应该怎么做法呢？我们把这个防范猜疑全部断掉。哎，他来骗我了，骗我也相信，我绝不怀疑他。啊，那我们想财务损失被他骗去了，骗取欢喜，反正都人用嘛，我用他用不都一样用法吗？我们的心里很高兴，很欢喜，啊，一丝毫怨恨都没有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本来是一体。我这个时候用跟这个时候用不一样吗？有什么好分别的呢？啊，我用是这个时候，你用是这个时候，不一样的事情吗？啊，你要入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心开意解，你在这个世界生活快乐无比啊，那就是幸福美满。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最高享受就不再怀疑了，不再猜忌了，不再防范了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防人好累呀，防人好辛苦啊，何必呢？有什么好提防的呢？啊，连被杀了送我的往生，我很高兴，你还有什么好防的？那这是最后一道防线撤掉了，啊，才得自在，才跟诸法实相相应啊。啊，佛这种教育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了，哪个教育叫你吃亏的？只有佛叫你吃亏，而且告诉你吃亏怎样？吃亏是福，这个你要知道。啊，我们以财来做比喻。啊，你得了财富了，你的财被人骗去了。啊，在别人那还得了啊？那一定得追回来，想尽方法追回来啊！啊，要还报复他了。学佛的人不然，一笑了之。欢欢喜喜，我命中有的自然有，丢都丢不掉；我命中没有的，决定得不到，得到就丢流失掉了。啊，这个人把我的财物骗去了，我就一想，这是我命中没有的，啊，是他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得到，他能够受用；如果不是他的，他得到之后，他的灾难就现前，这是一定道理。啊，或者是他得到我这笔钱财，他回去之后害了一场大病，医药费全部付掉了。那这是他没有这个命去想吗？没福吗？啊，所以呢，不义之财得到是祸害呀、啊，眼前的祸害是病。
是病痛啊，将来的祸害是三途果报，还得要还啊，还得要还债，还得要还命，错了啊！你害人的命要还人家，欠人家钱要还债啊，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纠缠不清啊，搞这种把戏错了啊！修佛之后才恍然大悟，不再干了。啊，你骗取，你夺去，全部送给你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命里有的时候，决定握不住，动不住。啊，这些方法都是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。张安嘉大师教给我的，哎，我就依教奉行，这60年来，哎，很得受用啊！啊，特别是最明显的就是财产，啊，人家要全部送给他，扫地出门。那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师不服啊，来找我，我给他分析，给他们说明啊，我们命里有，那我们就舍嘛，啊，布施啊，舍财嘛，那佛在经上告诉我，财富因就是财布施。那我们越舍应该越多，果然没错。每一次全部舍掉，哎，不到一年后面就来了，来了比前面舍的多，还加利息。那所以大家就相信了。啊，我们大舍舍过很多次，舍过3次，一次比一次殊胜的。啊，这就是你命里修的，舍不掉。舍不掉要舍，不舍就造业。舍是正确的啊，谁喜欢谁要就给谁呀、啊，别去计较。我要给这个人，给那个人，错了啊，那你已经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了，一切随其自然啊，你真正。依照佛菩萨的指挥指教你去做，绝不吃亏啊！我们一生就做3种布施啊，舍财真的财富啊，舍法啊，印经布施是法布施，每一天讲习是法布施啊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真的把佛经上讲的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，如果不是发布时你不可能啊，讲是讲啊，你的生活不能融入境界里头啊，你得不到真正的利益啊，所以学佛人会退心，道理在此地，他不入境界他怎么会不退心真正的利益，不会啊，这好处太多了啊！第三个，无为布施，布施的健康长寿啊！啊，无为布施，看到别人有痛苦、有灾难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，去协助他。啊，得到化解，得到效果，你痕迹都不着。这就对了，为什么呢？应该做的。啊，帮助别人是本分，是义务，没有权利。
你才做得自在啊，这才真正把你境界向上提升了，这真路啊！世间那些名利是假的，那些荣誉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死了以后一样带不走，可是境界提升了，那帮助大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幅度提升了品位。啊，你对世间法的时候，一丝毫贪嗔痴都没有，你才能提升品位。啊，沾一点点，你就受累赘了，你就受害了。啊，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谓：四徒三辈九品，总在语言不同，特别是在三辈往生最后这一段，啊，慈州法师判的一心三辈，那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照善导大师的意思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遇到缘非常殊胜，都能够在一生当中，生到极乐世界是上品上生，啊，上品上生什么人呢？十地菩萨，从凡夫一下就到十地，还得了啊！啊，等于说是一下提升了50个位次啊，菩萨51个位次，你到了第50个位次了，啊，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啊，善导大师讲的有道理。啊，古来这些大德、祖师大德没看到，啊，所以他们主张上上品往生是四地以上菩萨，啊，才能做得到。这是按一般人的看法。啊，善导大师给我们讲的。念佛的人最后一念呢，你看他用的是什么心，如果用的是真心，那真心他这个一念是理念，理念的功德不得了，理念跟自心圆满相应，啊，就有那么高成就，啊，那我们回头想一想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慧能大师，在五祖忍和尚方丈时，听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，他那是什么心呢？离一心，真心，他不是妄心，他不是阿赖，没用阿赖耶，啊，因为他确确实实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啊，所以我们展开金刚经来看，老和尚给他讲到哪里，四分之一不多，四分之一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他就豁然大悟，凭什么？凭理业心不乱。如果是临终理业心不乱，念一句佛号，他都能够上品上生。用心不同嘛，这不是佛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向生吗？用心不一样啊！理业心有上中下三品，事业心也有上中下三品。啊，都是理业心，品位不一样，果报也不相同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在我体会当中，用理业心的，应该最低限度、最低的位置，应该是八地菩萨。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等。
等觉妙觉。啊，这五个位次，这最高的菩萨五个位次，最高的最后的那个是佛，对于诸法实相啊，通达明了，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修？修什么？古德告诉我们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这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念起是什么？念起就是凡夫，离起心动念。啊，或者是有喜欢，或者是有愤怒。啊，你心里头有七情五欲，有烦恼习气。啊，这个东西才动，你就警觉到了，这错误啊！这叫不怕念起啊！你觉悟了，觉悟之后马上把它纠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啊，念佛人怎么纠正呢？把它换成阿弥陀佛。这叫会念佛了。不会念佛的人一天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还是胡思乱想，一点用处都没有啊！啊，会念佛的人，每一个念头佛一个烦恼，啊，把烦恼习气统统摆平了，他境界提升了，就会念了。啊，特别是跟人事上修行是最快磨砺最快的地方。啊，人说有喜欢，喜欢里头有贪念贪爱，要把它磨掉，这不是好东西。啊，不喜欢讨厌，这也是错误的，全把它磨掉，磨平，平等心现前。啊，所以经题上这五个字好啊，你修什么？就是修清净平等觉，就修这个。用什么方法？净宗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在我们生活当中修平等清净平等觉，在工作里面生清净平等觉，在待人接物里面生清净平等觉，跟任何一个人。都和睦相处啊，像佛菩萨一样，佛菩萨看哪个人是仇人？没有，看任何人都是自己，这是佛。为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还原观上讲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啊，宇宙是从这发现。万物从这发现的，我也是从这发现的，一体啊！啊，一体只有相亲相爱呀、啊，一体里头哪来的怨对呀、啊？啊，你对你的心肝脾肺，是不是心我很爱他，肝我讨厌他，恨透了他？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没有啊。啊，为什么对待一切众生啊，善道恶道，对待诸天，对待恶鬼地狱畜生，都像对待心肝脾肺一样？啊，允许别人对我不善，不允许我对别人不善。为什么？他是在迷，我在求。我要迷跟他就一样了，我现在不迷啊，那跟他就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跟诸佛菩萨一样啊，不能跟凡人一样啊。啊，我们天天坐坐完课，天天给阿弥陀佛观音师至磕头礼拜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些？
啊，没有想到就不要磕着头，就不念了经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观音是指教我们什么？你全不知道，这叫迷信啊！啊，社会上说我们学佛是迷信，我们能不承认吗？不能不承认呐，真是迷信啊！啊，你能把这些道理跟他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他恍然大悟了。哦，这不迷信啊，这个东西真管用。啊，方东美先生说得好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最高享受在哪里？你享受到了没有？啊，真享受到了，对老师感恩的，啊，知恩报恩，你知恩才会报恩，你不知恩，报恩的心生不起来。啊，我们这一生。啊，冷静想想，不是老师当年这样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怎么会走这条路？啊，这条路走了60年，在这种环境当中，啊，这个世界局势里头还得到快乐，啊，还天天欢喜，难得。啊，我们遇到很多做大官的、总统、总理的，我认识的很多啊。啊，遇到大富大贵的，拥有这个百亿、千亿财富的，我也遇到很多啊，没有我这么快乐啊。所以碰到的时候问我你怎么那么快乐，他都问我这些，我身体怎么这么好，为什么这么快乐？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那佛是什么？他不知道。啊，方先生的一句话，把学佛的好处说尽了。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快乐。啊，学佛是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。真的不是假的，你都要真学才行。你不真学，你得不到；你真学就会得到。啊，我们看570面。倒数第二行，啊，你看这里写着：“以智得如是大悲自在之位。”这讲大势至菩萨。啊，我们所讲的都不离“如是”这两个字啊。大慈大悲呀，自在无碍呀。啊，故以为名。啊，就是。所以称他做大师之。又观经为大师，于肉籍上有一宝瓶。沉住光明，普现佛事，于诸身相呢，如观世音等无有异。啊，这两尊菩萨形象完全相同，就是帽子上面这个标志不一样。观音菩萨肉髻上有一尊佛像，啊，他那个天冠上面是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，啊，是我们一般塑的时候是阿弥陀佛的像，站着的像，立像。啊，大势至菩萨。天官当中是宝瓶，这个宝瓶里面盛的是什么呢？
是智慧，代表智慧。啊，智慧就是光明，普贤佛寺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这个佛寺就是教育。佛菩萨没别的事情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教学，没有一天中断，所以佛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。啊，无论人多少，啊，总是天天在教。啊，自己还要做给大家看。啊，不做大家看，人家不相信啊。啊，我们在往年，韩馆长过世了，有人要我们的财产，我们就送给他。啊，我们在国外的财产，有人要，我们也送给他。啊，我们在新加坡的财产，啊，也都送给当地。啊，我们没有拿到新加坡的公民呢，新加坡的公民才能够买有土地的房子。啊，不是公民呢，只能买公寓一层一层，这样可以，不能有土地。啊，新加坡的净宗学会，啊，我们拿钱买的，当时差不多将近1000万美金呢。啊，我们的产权送给新加坡净宗学会的同学们，啊，他们是当地人，啊，组织一个啊叫管理委员会的这种性质，由他们来管理，主权是他们的。啊，我们离开的时候全部赠送了。我们欢喜啊，到处布施，到处施舍，非常快乐啊！到澳洲去，现在这个净宗学院比新加坡的道场不知道大多少倍呀！新加坡道场土地只有6000尺。英尺6000尺，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，澳洲，我不知道土地有多少，我的估计大概有2-3千个英亩，一个英亩是40000尺。我们拥有这么多土地干什么？搞农耕呢？又听说有粮食危机啊！啊，还有吃的东西都不安全的，怎么办？自己耕种。那我们自己也不会耕，可是有办法，我们请农民替我们耕田、耕种，每一天给他工资，他给我工作多少小时，我们给他工资，所以非常欢喜。啊，头一次的收成，这是今年春天。啊，我在这个澳大利亚，啊，我们收的小米，第一期种的小米，收了13000公斤。哎，今年第一次。啊，那么今年呢，我们种小麦，种水稻，种马铃薯。啊，这个番薯、花生，这都可以做主食用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自己耕种。啊，我们的菜园已经经营了12年了，规模很大。啊，做法会呀，可以共接1000个人。
啊，我们的蔬菜、水果，我们有30多种不同的水果树，丰收啊！啊，自给自足啊！啊，希望就是这些年来先请农民替我们耕种，我们自己慢慢向他们学习。啊，到最后我们自己能够操作。啊，这样子就是拜占大师所说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。啊，我们自作自食。啊，因为工作不妨碍念佛。啊，一面工作一面念佛。啊，大农场就是念佛堂。你说多有意思。啊，所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听阿弥陀佛佛号的加持。真好啊。啊，我们附近的农民看到羡慕啊，你们东西怎么长得这么好，我们是佛号加持的。啊，我们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。啊，你吃得安心呢。啊，所以这是智慧光明的普贤佛事。我们今天说通通是佛事，没有一样不是佛事。希望我们这做成功了，能够帮助澳洲当地农民，告诉他们不必用农药，不必用化肥，一样可以种出好东西。啊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时候种菜园，当地这些菜农就受了影响。啊，到我们这参观非常羡慕，你们怎么种得这么好，没有化肥，没有农药。啊，我们菜园里面放念佛机24小时不中断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他们来参观说这是音乐，最好的音乐，这些蔬菜都喜欢听。啊，所以我们要送念佛机给他们，他们也可以在菜园里面挂上。啊，佛事种类千差万别啊，那不是只是在念佛堂里面念佛叫佛事啊，那讲堂讲经叫佛事，不是啊，是生活上点点滴滴全都是佛事。啊，帮助自己觉悟，帮助众生觉悟。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。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，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，现居此界做大利要，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，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。这最后一句啊，现在特别重要。啊，念老的注解是：此二菩萨皆是在娑婆世界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，范围很大。啊，娑婆世界有多大呢？是1个3000大千世界。啊，念老告诉我，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个银河系。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。1000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小千世界，1000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，
一千个中千世界是称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就是娑婆世界。啊，那么银河系，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，娑婆世界有多少银河系？十万亿个银河系。十万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他老人家现在教学的地方。啊，那么我们地球在十万银河系里面，像是一个小岛啊，很小很小的小岛啊。啊，佛教化的范围这么大。啊，像这样的佛国度，啊，一个佛国度至少是十万亿个银河系，啊，有比这个更大的。啊，这经上明白告诉我们，啊，有些佛，他的教区是两个大千世界。三个大千世界，五个大千世界，乃至于十几个大千世界，啊，每一尊佛了，在因地里头的愿不一样啊，啊，阿弥陀佛的佛国度太大了，可以说是遍法界、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我们看不见。看不见是什么？空间维次不一样。啊，譬如很多宗教里面讲到人跟鬼的关系，人鬼杂居，共同住在一起，人看不到鬼，鬼看不到人，可能居住的房子就重叠，就在一起，就是空间维次不一样。啊，极乐世界那是极高的维次，啊，他能看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他。啊，在前面说过。极乐菩萨的天眼、天耳都能够彻见遍法界、虚空界，啊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，他都能看见，都能听到，都懂得人起心动念。啊，那这两位菩萨皆是在此娑婆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啊。行是推动的意思，是推行的意思啊，菩萨道就是十善六合，六波罗蜜，普贤菩萨十愿，啊，这两位菩萨帮助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上推动啊，教化众生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两个人都是生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他帮助阿弥陀佛啊，这前面我们都过了，两位都是久远界已经成佛了
啊，他们跟极乐世界、跟娑婆世界特别有缘分。啊，所以弥陀成佛、释迦成佛，他们道家慈航，以菩萨的身份来协助弥陀，协助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推动佛陀教育，推动大乘教育，啊，为十方人民呢，示此典范。来做示范的，来做好样子的，表演出来啊，让这个世间人民向菩萨学习啊，学菩萨的慈悲，学菩萨的智慧。啊，我们今天语言殊胜，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本子，这算是太幸运了。这个本子是五种云译本的集大成，这个注解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祖师大德注解的集大成。啊，念祖注这个经，难得他想到啊，我们都没想到。啊，这个都是增上缘呢。什么增上缘？文化大革命的增上缘。真难得了啊！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，我相信念老不会想起这种事情。一定是过去听夏老讲经的时候，他还有记得很多笔记的东西，整理出来一定是那样的注解，不是这种，不是这个面目去理解这个注解。文化大革命，他那些资料全部丢掉了，啊，都被毁掉了。啊，注解这部书，老师的命令，如果不做，怎么对得起老师？做怎么个做法？啊，尤其在那个时候，啊，如果你个人要有什么意思，跟政策不相符合的时候，麻烦很大呀。古代有文字狱。啊，所以他想出这个办法，妙啊！啊，全是经典，古来祖师大德所讲的。啊，人家要直问的，这不是啊，这是这发蒲文平讲的，那是某个大师讲的，这不是我说的。高明啊！啊。他就汇集古今中外注解的集大成，啊，每一句话都有人负责任。智慧呀，这个就是大势至的智慧呀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呀，啊，没人想到啊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本子，就是看到古今中外。这个外国里头，日本人很多，日本、韩国，啊，这些高僧大德的无量寿经注解，啊，我们读的古来祖师大德的时候，等于说他们在一起开会，啊，这句经文，哎，这个意见，那个我们全听到了，啊，这一点我们衷心佩服华严老居士。啊，他用这个手法来主这部经，啊，跟老师一样，老师做汇集本，他也做注解的汇集本。
啊，所以我们读这个文字，就读五种原译本；读这个注解，就读古今中外祖师大德注解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们全都看到了，全都听到了。啊，这本子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菩萨为十方世界人民做典范。啊，做什么典范呢？求生净土。你看，普愿众生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生到净土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保证你一生成佛。现居此界，啊，这两位菩萨现在住在娑婆世界。此界者，即娑婆世界，应于此土众生，因缘深厚故啊！啊，观音是指我们这个世界众生。特别欢喜他，啊，尤其是观世音，啊，知名度之高啊，他摆在第一，啊，中国人，家家弥陀佛，弥陀佛，户户观世音，啊，弥陀观音，在中国社会没有人不知道的。修净宗的人知道有大势至，不是修净土的人不晓得有大势至菩萨，但是知道有观世音菩萨，啊，所以在这个世间做大利要啊，啊，这个大利要就是下面所说的，于念佛众生摄取布施，令利三途得无上力同生净土。这个就是大利益了啊！特别对象是念佛众生，专修专弘净土的啊，一定得到弥陀加持、观音是指加持啊，一直真发心。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啊！特别是观世音慈悲末后这一段，若有极难恐怖啊，只要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没有不得解脱《普门品》里头三十二应。这是举的例子，在历史上，极难求观音菩萨的，都得到感应。啊，这是典籍里头都有记载的。啊，那我们先前。地球上灾难这么多啊，现在许许多多人都来问，灾难来了我们怎么办基本的一个概念，我们对灾难用平常心来看待啊，决定不能够惊慌，不能害怕。啊，一惊慌一害怕了，灾难还没有来你就受难了。啊，就像现在什么癌症，真正得癌症死的没几个啊，
而被癌症吓死的呀，我看90%啊，不是不止啊，吓死的。灾难还没有来，你就被吓死了，你看你冤枉不冤枉？啊，真来了怎么办？这个地方不是教我们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观音菩萨。哎，观音菩萨就来救我们，啊，不会是假的。诚心去念，决定有感应。为什么观音菩萨能化解灾难？你们能想出有道理吗？观音菩萨凭什么来化解灾难？凭无量劫来他老人家所修的大慈大悲，这个力量多大啊！观音菩萨修慈悲肯定超过阿弥陀佛五戒修48愿，五戒48愿能成就，观世音菩萨慈悲难道不能救灾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啊，我们求观音菩萨，我们要把自己的慈悲心呢引发出来，跟观世音菩萨心相同，愿相同，那个效果就比什么都快。啊，我们求往生极乐世界也是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与阿弥陀佛心相同，愿相同，德相同，行相同，你非去不可。为什么？你只有跟极乐世界相应，你跟其他世界都不相应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这不是假的。啊，你对这个才真正有信心。如果没有信心，怀疑，佛菩萨加不上了。疑是什么？疑把破坏了，信心破坏了。啊，信心坚固啊！啊，信心坚固，我们身体就健康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就不会出烂子，不会有灾难。为什么？大地坚固啊！大地坚固不会有水旱灾，大地坚固不会有地震。啊，可是如果不信呢，麻烦大了，不信就怀疑。啊，怀疑，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啊，就消失了。啊，细菌侵犯的时候没有抵抗力了，你会得病，你信心没有了，信心没有了的时候，山河大地松了，不见牢了，山会塌下来，地会沉下去。啊，会产生这个现象，现在这个现象很多啊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，不是迷信啊，水灾从哪里啊？贪婪来的。啊，贪心感到的水灾。啊，嗔恚感到的是火灾。啊，旱灾是属于火。地球温度上升也是水火，怎么来的？尘灰来的。这个世间人脾气太大了，太暴躁了，啊，就会感受这个灾难。愚痴是风灾，啊，傲慢是地震。我们不想有地震，怎么办？学谦虚，学恭敬，不要傲慢。啊，就不会惹这个麻烦呢。啊，傲慢是不平啊，我们用平等心待人接物，啊，地震这个事情就能化解。啊，幕后只是怀疑，啊，我们要建立信心，相信自己，啊，相信老祖宗，相信传统文化，相信佛经。啊，我们依教奉行，灾难自然就化解了。
啊，你不信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所以有人问我，啊，我也是想到这些问题，啊，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麻烦？现在人把心理疏忽了，科学都偏重研究物理，物理能发现问题，解决不了问题。啊，心理能解决问题，也能发现问题，能发现更深的问题。啊，好在最近这三十年来，啊，一些量子力学家，啊，从物理里面发现到心理，这一招难得，这个是很大的贡献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些科学报告，啊，德国普兰克博士，啊，他的报告，他说他一生研究原子，研究量子，啊，根据他研究所发现的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。那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物质现象是从精神变现出来的。啊，精神就是意念，是物质现象的基础。啊，这跟佛法讲完全相同。啊，佛法讲宇宙的发生，啊，开始是一念不觉，一念不觉是波动的现象，就是现在科学里面讲的能量。啊，能量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能量从不觉来的，啊，就波动来的，从能量就产生了精神现象、受想行识，从心识精神现象变成物质现象，啊，所以物质现象是精神变现的，啊，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，啊，业相是能量。转向就是精神现象，啊，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，所以物质的基础是精神啊，啊，精神的现象这个基础是波动现象，叫能量，能量从哪？能量是自信里面变现出来，啊，这个对我们太大的贡献了。让我们对于佛法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啊，或许继续不断向上发展，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了。佛教是什么？高等科学，高等哲学。啊，现在科学哲学里面，解决不了的问题全在佛经上，啊，地球灾难没法子解决，佛经上有啊。那你不相信就没办法了。哎，你要相信真能解决。啊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尽全部力量，只能帮助少分。为什么大多数人不相信啊？众生集体的意念太大了。我们个人抵不过，这叫共业。如果大家都相信佛法，大家都把念头转过来，问题很容易解决。啊，那么这大家是多少人数呢？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数字，让我们很兴奋，很高兴。啊，他这个数字计算，他说世界总人口1%的平方根，用这个来计算，啊，世界总人口现在大概65亿，啊，用这个总人口
1/1000的平方根，得出来这个数字大概8000多，啊，不到10000。那这个世界上能有8000多人真正觉悟、真正回头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啊，像布莱登所说的，是美国人，啊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灾难就能化解。啊，他指的是明年12月玛雅灾难预言，这个大灾难啊，可以化解。那8000人到哪里去找呢？是信仰宗教的人相信啊，所以我们头一个想到我们净宗学会的同学，我们要发现啊，要天天听经，不听经你不明白道理，你这个信心总有疑问，那个障碍很大啊。听经呢，帮助你断疑生信呐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信心是能不能成就的关键呐。有信心就成了，没有信心就毁了。啊，信心从哪里来？事实真相了解了，信心就升起来了。啊，去年我访问梵蒂冈，啊，跟梵蒂冈主教团，啊，我们在一起2天的时间，啊，交流。啊，我希望梵蒂冈能够劝勉全世界天主教徒，要为明年灾难诚心诚意去祈祷。啊，他们在全世界的信徒超过10亿人呢。啊，10亿人里面找8000人不难呐。啊，让他真正去找啊。啊，我们净宗同学要认真努力。啊，我们人数虽然不多，但是8000人应该有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啊，要真发现。啊，舍己为人。啊，科学家有个说法，这种说法跟佛的说法相接近，非常相似，可以相信。啊，学佛，记住，从自己学起，不要求别人。要求别人，你就错了。啊，样样都要从自己做起。啊，《弟子规》从自己做起，《十善业》从自己做起，《感应篇》从自己做起。啊，三规五戒。啊，六合六波罗蜜。普贤十愿都要从自己做起，自己勉励自己，认真把它落实。别人做不做不要问，对别人只是一味恭敬，啊，自己谦虚恭敬别人。时间长了，潜移默化，你能感动人。如果你要是劝别人，自己做到劝别人，还有情有可原；自己没有做到劝别人，别人瞧不起你，别人反对你。不会接受你的，啊，你就全盘失败了，啊，所以一定是用善理，啊，用自信的真正的道德，这种力量去感化众生，才能收到效果。啊，我们过去在汤池办学做的实验，我教给这些老师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我举例子，全世界自古以来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、孔子，这教学最成功的，他凭什么成功？他所说的全做到了，他没有做到的，他不说，他
大家服了，都跟他学习啊，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那我们自己没有做到，要求别人是绝大的错误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